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分析，就是病理分析来讲，目前是没有产生，还没有产生病状出来，但是比以前差是吧？但是它之所以会产生一个标记在那里，那可能生化分析这地方已经出现问题了，就是说那里附近的血液状态，它出现的血糖在那附近流荡，然后也出现了血浆胆固醇，这个胆固醇还有肾上腺皮质素这些东西，还有甲状腺素，所以你的甲状腺跟血糖都有问题，而且它影响到这个脑部的循环，虽然它还没有造成脑部的损伤，可是基本上已经造成了一些障碍。那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腹腔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腰椎底下这里，那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病理分析，看怎么样。这个是它附近的一个血流状态，有非常多的这种错综复杂的血液在那里，都是不及格的一个状态，也包括甲状腺素啊这些东西，那有血糖在那里，有肾上腺素、肾上腺皮质素在那些地方，这一套系统非常精密，它检查深度可以达到 DNA 的扫描。那个，这第一个就是就菌啊，你那个肠道的菌不好，这个可能跟你的那个食物啊来源有极重大的关联。那这是回肠的部分，我看一下，这些都是算是有，就是说比之前的检测来讲比较不好，但都是跟菌有关系，就是菌种不良。那其实菌种不良也会影响到您的那个精神，因为细菌本身，它会分泌很多的微量物质，而且它也会分泌干扰的这些东西，会。那这个是骨头的，这那骨盆器官，看那个骨盆。对，这有相当多的点，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分析哈。这跟之前来讲，比之前好一点点。比五月的时候好一点点，但是好的只是5%而已。5%这是在仪器的误差范围之内，并不能算说有好转，只能说它大概是维持以前那个样子而已。那再看一下，这肠道的话都是菌种不良的问题。那胰脏方面呢，我们深入稍微看一下，胰脏方面。基本上已经有血糖这些东西出现了，那他这里说他连接不到，那个没办法深入的去分析。再看一下那个，不过这些都是参考数值，然后虽然说这套仪器它是有卫生署认证的，但是这里不是正规的这个医药检测单位，所以所提供的只能说是让您参考的数据，不能作为医学的一个辩证。至少如果是医师在做的话，这套仪器它是可以直接就是用这个检测结果，它是可以做这个医学诊断的依据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心脏的功能，也做一个比较分析哈，也是强化了4%，不多，比之前的那个5月26日，这也是在仪器的误差范围，以及我们一般每天的一个生活哈，它有那个不同的，就是说压力怎么的，它就4-5%，哎，糟糕，那个4-5%的这种范围都是在误差的一个范围之内。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大脑这一方面，大脑的俯视图啊，那我们进去，那分析一下它怎么样？也是一样，有属于生化分析这方面，就是有血糖啊这些东西在大脑那边，还有这个甲状腺素在那附近，但是并还没有产生疾病出来啊。它也是有强化，但是2%，也不能算什么强化。
再看一下那个这个右动脑这个地方哈，动脉有一点点恶化的倾向，我来看一下，但是也不严重，都是二号点这些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但是它还是有强化，只是虽然部分有一点点比以前糟糕，但而且强化了14%，也算是相当高，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值得参考，因为14%。那再看那个，我看一下左大脑，这个也是强化了5%，不多，但是都有，所以普遍上来讲，都是在5%、10% 之间的变化。那个看一下那个血管肾血管他怎么说，因为刚刚已经有说过，就是说在那个肾上这个肾上腺素这些东西到处流窜嘛，所以我们也看一下肾血管哈，虽然他没有显现出问题，对，都是四号点，所以他的代谢有一些问题，看一下他的分析怎么样。这个是因为这是初期的，因为有血糖的一个状态，所以造成你的肾功能的代谢也有一些障碍。这些当然这些判断哈，你还是要就是说，如果要有什么医师那一方面的话，还是要去。就是请问他们，我们这边能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东西。这个心脏好像我们改善蛮多的，一个心脏的解剖，看一下这心脏的正面，刚刚看过了，心脏的这个切面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有部分点蛮兴奋的，这个不是好现象，在上面这些这个区块有很多点都蛮兴奋的。然后我们做个比较分析，也强化了2%，这也没什么。但那个地方异常的兴奋，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。有些时候这种异常现象是来自于，比方说我们吃了某一些产品产生的，我说的像类似有含有激素啊这些东西的。刚刚上面一点点不是一串红的吗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自律神经它都只有单一数据啊，只有这个有参考的数据，我看一下，就是说有比对的数据。那我的意思是说那边好像很多。这里对，那但都是一些不良反应而已啊，那个。我们看它的病理是什么，还没有产生出来，基本上是有一些问题的。但是，没有产生足够的这种，就是说它的疾病是在形成之中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做一个比对分析啊，比较。当然是强化了10%，之前更糟哈，那现在好很多，但是是10%的范围之内。关节这个地方，来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有稍微弱化，但是2%那也是没什么。这个仪器检查也是会有一些可能的误差，在右髋关节这个部分，这个骨盆这个地方之前没有检查。这次第一次检查，就是我就是看到这个地方。之前没有检查的，之前没有检查到这里。哦，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以为说原来没有，现在多了这个，所以我就很紧张。没有检查这里。没有检查这一项。对，骨质疏松。OK， 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。OK， 好的。好。